史上最强卡池即将到来，大家都准备好抽夜天帝和水龙王了吗？如果原石还没攒够，这几个后备资源的任务该启动了。全部完成可以获得约8000原石。首先来到阿如村的这个点位，跟这个问号小哥聊一下天，帮他做一些跑腿的小任务，就能轻松拿到1000多原石。接着来到这个传送锚点，往后面的草丛方向出发，这里有一个发光点，点击挖掘即可开启任务。完成任务不仅获得420原石奖励，还能解锁600原石的甘露池供货，只需找齐36个净光灵即可。这是点位图和路线图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。第四个在枫丹的这个齐天神像，这里有个喜欢画画的小女孩，只要飞过来帮她点小忙，就能获得1000多的原石。接着来到枫丹水下的这个位置，只需被这里的探照灯照上几秒，就能触发任务。完成任务可以获得1000多原石。最后一个在须弥的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一个被蘑菇欺负的小女孩，只要过来帮她一下，然后她不仅会带你在须弥走一圈，还能获得2000多原石的巨额奖励。不耽误大家时间了，赶紧上号拿原石吧。